中午了啊，中到啊，一早叫我们陪他来跑台啦，也不放饭吃啦，现在是怎样啊？好妹，等一下请你们吃饭嘛。等一下为什么这间会有台子啊？你要不要业配一下，说你的台在哪里啊？不用啦，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啦。哎，我干，恶心，真的很饿啊！你好了没啦？好了好了，走了走了。你要请客？好，我请啊。你确定？我请啊。你们认识多高阶啦？你们认识你这么久，他都没有请过客、欸。第一次啊，影片为证，你要请我们吃饭哦。在你亮啊！我跟你讲，哎，青菜都有上贵的物件啦。哎，确定要请客？吃啊，确定。对啊，不信你都会吃啦。好。本集由最专业的跨境电商物流公司中国网通以及世界上最好买的跨境电商平台亚乐购联名赞助播出。你吃啊，我唔吃啊。你啊，你一人吃一鼎。啊，我四个吃一鼎。大家一进来太菜了，自己都画一画。哎、欸，我请你们吃。吃饭啊，我请你们吃饭，那、啊、火锅自己点。好，好，一样啊，谢谢阿俊啊，谢谢阿俊啊，谢谢阿俊，谢谢灯光师，这个灯光师也是人家塑造出来的，还不是你害的？你啊，三四双筷子底下的，阿俊是为了吃跟你翻脸，不会啦，阿俊他不会这么小气的，啊不，干他是很小气的，中国林啊，我都卖家，哎这样啊，我觉得我们这几个肉食性动物。对啊，都吃得够。他跟他拿肉，他又一脸靠背一样啊。我请你啦，啊，青菜点啦，啊，无都点者。哇，我点菜多啊。啊，菜多啊，点哦。你们要做什么？不错。要吃什么？不用你，你点。你点。交给你点。这样啊，我们一人点一锅吧。一人一锅，好啊，好啊。老板，你要吃什么？我要吃泡菜锅。泡菜锅，怎么点啊？啊，剩来个咩无？帮你点一份啊。差不多。帮你加点一份啊！哎，帮你点一下。好，点好啊！菜不够高啊！哎，点好啊！OK， 好吧。快饱了，快吃完了。哎，刚才帮你加菜了。人家他妈的佛系跟吃东西，你记不记得？那不一样，那是龙虾啊。那跟个不辣啊，不辣你有办法吃，你有办法吃，给不辣吃那么多，我可以跟吃不辣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因为我难吃光碗，所以那你觉得他这样吃有没有很屌啊？还好啊，那很屌，还好，你都请他吃虾头，但是他喜欢吃，所以你也有办法，对，可以啊，你确定？不确定啊，那为什么你都点丸子？我请你吃啊，没有，一人一盘。对啊，一人买的，我夹到头发了，屁啦，不能有别的啊，哎，够五啊，看到底几盘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盘，那还有，是啊，我觉得你可以啊，要，就是专门为你点的。对，十盘是差小了。我刚刚问他说你，所以你看不起佛系他吃那些哦？他说真的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对啊。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这样看不起我们101系列啊，整天那么嘴臭的，哦哥用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帮你办好不好？你没有，我们可以慢慢来，你不要那么急啦，别紧巴点，坑很多药。周边服务，讲当初佛系哥其实也没什么周边服务呢。而且说认真的，这个贡丸也没有很多，很大啊，对不对？对啊，是小颗的啊。把那个镜头放着，我们就好好的享受我们现在的餐点吧。我们不要管它了哦，好好吃啊，兄弟啊！你会不会这片出去以后，你真的吃完了，人家就叫你贡丸手术菌，贡丸手术灯光师菌？这部片如果上的话，可能之后会有很多火锅店要转去业配，业配贡丸。我怕我接下来都待在新竹没得回来。新竹贡丸够有名了，不需要你业配好不好？不过我说真的，这个鸭血真的很屌。没有业配哦、喔，今天真的没有业配哦、喔。那辣度我觉得够屌。我们应该没有拍到店名吧？我们应该没有拍到五路锅盛这些店名吧？应该是没有啊，对啊，应该是没有拍到啊，对啊。哎，我刚刚有讲出来是五路锅盛吗？哎呀，会以为我们的业配啊！哎呀，说认真的，我们不是美食评论家，我们只知道放到嘴巴里面咬咬好不好吃而已。好吃就是好吃。你
冻完的声音。你先吃饱再说。我打嗝了，空碗的味道了。俊男，你知道你现在吃这个一零系列这个、啊，你吃在这之前，你有没有看过别人拍啊？比如说，就是很多人吃的那种。哦，我刚才说什么啦？就上次有人的影片说我们在学他什么之类的。重点是系列不同，我们的是一个人吃，对不对？他们是整群的，对，他们是整群的。如果说照这种想法的话，很简单，我们的年纪应该比较早出生一点点。一点点。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在学喝奶的时候，也代表他学喝奶也是学我们的哦。跟风的概念吗？对，跟风什么啦？我小时候在学走路的时候，那你也在学我走路咯。所以是刚刚那段一定要剪进去哦，因为我们在 diss 那个人啊。哎，这刚刚这句话就不用剪了。哎，阿俊，你要吃多久啊？吃好快啊！翻盘，是生奶在喝是吧？没有，阿俊吃了60颗了，好好吃啊哈！吃完看会不会上路啊哈？哎，你吃完的时候要啊哦。我很怕你把那个贡丸塞在旁边了。不敢吃，放来啊！不敢啊。你想干嘛？那我应该是看你想干嘛。你想我鸡屁股吗？鸡屁股他最爱了，给他吃鸡屁股啊。好的，我可以。101克，我可以。我真的要告诉观众了，其实阿俊他私底下人是很X的，他只是被塑造成台面上很可爱的样子，你们就被他骗了。光看他请我这一摊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他请的，这绝对是我们后面才点的。观众真的看到阿俊头，不要真的觉得他很可爱，然后你就过去，哎，摸摸他的头，你就被打。不过你这样吃完也算屌，因为你刚刚已经先吃一整锅火锅。加油，阿俊，加油！其实我为什么会帮你点贡丸哦？这是因为你之前就呛过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拍的时候都没找他嘛，他在那边边看边讲，贡丸塞啊，啊，吃两回无我，啊，加贡丸无我。你不要辜负我们大家的心意，这是请你吃的，它饱足量绝对比那个龙虾还有那个给不来还要饱。小贡丸我也可以，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你要请哦，我说你有带那么多钱要请哦。小时候大家不是都很喜欢玩珍珠奶茶吗？就拿着吸管在咚咚咚咚黏住，有没有？他可能要拿水管，贡丸比较大颗。你屁孩才会拿那个射人家车子的吗？我没有说我做过这种事情，是你做的。我怕你回家的时候，你家那个马桶会被黏住。有贡丸，有贡丸，没有。再来一把，你个臭美雕，你把贡丸给我。啊，现在喝起来贡丸的贡丸，不讲话了，走进了堵栏了。人家那个芊芊，她7分多钟吃完100颗煎饺，我那太狂了。哎，我问你，那个养乐多，你可以五次喝酒？他现在有恐惧了，喜欢吃什么？我100倍给你。我在不急，慢点，我被恐吓。那你开始的嚣张气焰跑到哪里去？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贡丸在哪里。对啊，让我闻到。哈哈哈！老板在赶客人呢，你赶快吃。他现在都已经上甜点了，白吃哦。你不会算来算去就19颗吧？吃一颗吐一颗哦。14。好啊，要不要作假啊？不要。2 hours later， 好来哦，各位观众，最后倒数，2 4 6 8 10，快点啦、啊，这太久了啦！不是说101颗系列没什么吗？不要玩食物，没有，因为只看到同一种形状。哎、欸，观众一直说能不能做一集单独你的特辑，有了啦！我不想，等下那个，没有，我帮你串好。哦，还有，不要了，我真的不吃水果了。我要苹果。你还可以吃苹果啊？手术刀擦汗，他，我想他这样不是吃不下，他是单纯吃同样东西吃很腻。哦，所以你还是有空间的嘛。换这个。那你在吃101个贡丸，你就知道了，不要费其他的。那你就知道有火气多辛苦了。他真的是从头到尾就是给不辣。哦，最后2颗半，快点！我等一下会给你一个团队的爱的鼓励，至高无上的荣誉。中秋节过了，不一定每一个都要跟月饼一样圆脸的。你那你想吃哪个月饼？他想吐了！你想到画面会想吐了！我看我还是不要坐他对面了。2000 years later， 快点了，最后2颗了。快点、啊，吃完，还有一次2颗，要吞下去哦，要吞下去哦。太屌了！
对啊，检查啊啊！我看那个槟榔嘴太臭了，啊！掌声！好赞，厉害哦！不要再给我看到贡丸了。哎，我恭喜蛋的进成功！你讲一下你手心的，你要让观众知道说这101颗是很辛苦的。你听我讲哦，因为观众看到小颗贡丸，他会觉得没什么。那你们可以点一个火锅，然后再外加100颗贡丸，然后早餐吃，然后途中又偷偷吃东西。今天根本就不是单纯只吃贡丸而已、啊。以后你还敢不敢对我那么小气？那小不小气没关系。不是啊，这是我的包含这个，我们都请了啦。这集终于不是被骗了，101颗贡丸成功。好，喜欢我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如果想要看什么东西系列，随便你们讲吧。无所谓了，就这样，拜拜，拜拜，拜拜。Fuck this shit, I'm out. Mm-mm. Fuck this shit, I'm out. No thanks. Don't mind me. I'ma just grab my stuff and leave.